目前咱们国家所搞这个武术比赛嘛，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套路形式，一种呢就是对抗形式。对抗形式也叫三手，现在也叫散打，今年比赛就改成叫散打比赛。先有了散打，先有了这个搏击，才出后，因为为了记得更连贯的动作，所以才有这个套路。说散打来讲就是比较实用，那我们的武警战士、公安人员还有解放军来讲，都把这个散打列入正常的这个军事训练和武警训练。特别我们武警部队把这个散打技术呢列为我们整个武警的军事训练的一个重要部分。一名优秀运动员呢，首先具备就是武术的这么一句谚语吧，就是一胆二力三功夫。实际上这个胆量呢就包括就是说，首先来讲在比赛中也好，在进行实战中我必须要具备胆量，而这个胆量是一个先生的一个条件。如果没有这个胆量，他也不敢去比赛，也不敢去实战。力量呢，就是说一个来讲，武术讲究一力降十会。那我这个力量就是说呢，有两种力量，一个是打击对方的力量，就是我这一拳出去以后，比如说对方的承受力是80斤，我这一拳出去是100斤，那这样讲对方打伤或打倒。哎，另一种力量就是承受力，也就是说抵抗力练习。你比如说我身体具备的，我能承受1000公斤的力量，你打我100斤就跟挠痒痒一样。所以说武术来讲，就第二个就是力量很重要。功夫呢，就是说功夫就体现在他演练技巧、掌握技术的熟练程度和比赛经验，以及临场的一些战术的运用技巧和他的这个心理的素质各方面。哎，这也就是包括在这功夫之内。散手呢由三方面技术组成，第一方面就是手法，手法呢就包括拳法、掌法和勾手。一般勾手呢主要做防守、挂腿啊、勾腿的动作。这个拳法呢就是打击对方的，有包括直拳、摆拳、勾拳，还有这个鞭拳。掌法呢一般来讲有推掌，因为戴上拳套以后扎掌没有，砍掌比较多一点。腿法比较常用的就是蹬腿、踹腿，还有鞭腿，还有勾踢、转身后摆腿，这都是散手比赛中这手法和腿法常用的。摔法呢有接腿摔、勾踢、别摔，还有涮、夹劲过背，还有像我们俗话讲的是挑钩子，这是散手中的常用的基本技术。散手的基本战术呢，目前来讲就在全国比赛中常用的就是说，第一个是主动进攻，主动进攻型的比较多一点。这个主动进攻的要求就是一个快，就是打得要快，进攻要快，防守要快。第二种常见的就是呢这个防守反击型的，将对方来的技术以后防守完以后，借对方没有回收的力量进行反击。再一种呢就是说指上打下，你比如说我们想打对方的头部，夸猛击对方的下部了，或者腿部和躯干。想打对方的躯干呢，但是我们猛然间打对方的，想打对方的腿是打对方的头部。所以这个来讲指上打下，声东击西呢就是说打的是左面，实际上晃的是左面，上右边是先进攻了。所以这个来讲就是基本来讲常用的呢就这几种比较常见一些。首先散手的基本功呢，第一个要实战知识，这个实战知识就是有利于防守便于进攻这么一个知识叫实战知识。再一个基本技术呢，它就是说还是有三种基本技术，一个是手法的基本技术，像我们的直拳、摆拳、勾拳、鞭拳，加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砍掌和这个撇掌，这都是我们散手中的一些基本手法。这些动作就要求一个什么情况呢，就要求我们在进攻练基本功的同时，在进攻的时候要注意防守，也是在打别人的时候注意保护自己。现在来讲就是我们练这个基本功，通过这几年的比赛看了很多运动员，特别是一般的运动员，就是打击对方的能力比较强，但是防守的能力比较差，这就是说在做基本功的时候只重进攻了，忘了防守。再一个基本的技术就是一个腿法，这个动作要求就是一个进攻防守同时，再一个就是要求合理，就是我的走近不走远，本来该直线的我要直线进攻。第三点呢就是力点要准确，我打人的时候要有一个力点，如果力点不准确，第一个打对方没有力量，再一个自己容易伤自己。再一点就是我们来讲在打的同时进攻和防守的动作要突出一个快乐，这就是我们在练基本功，不管是踢、打、摔三方面基本功，基本上不遵照这四个原则。
手动了，啪啪啪啪，手有动了，啪啪。嗯，那对武术的认识呢？嗯，我想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博大精深。博大精深呢，不是虚无缥缈的，应该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具体的东西。除了运动以外，还有它独特的东西，那么说文化的底蕴。在练武术的时候呢，应该注重一个什么呢？注重一个对学生的一个。意志品质，一个不断进取的这种精神的培养。那么不是所有的从事武术的都能够拿冠军，都能够成为一个武术界的一个什么五星啊，这样就是说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得到的。那么说呢，他就说在练武术当中呢，他能够得到什么呢？我说呢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呢，可能就是说可能他不练武术，也许他就体会不到这个。如果有诀窍的话，我想，那么说就是一个是苦练，一个是要巧练。光苦练不动脑子，可能这样也练不好。具体到刀棍来讲，首先你要对这个项目它的特点你要掌握它，要认识它。像刀，它是一种短兵器，哎，短兵器呢，它的动作呢就很快，速度很快，要求，而且呢，真的在这个练习当中呢，还有一些节奏，
一些那个定式，一些难度，这些呢组成了那么一个套路。因此呢，在你想练好刀的话，然后把它练好的话呢，应该是全面的，不是单一的。你光纯从力量好不行，有没有力量也不行，所以它协调能力也非常重要。像有的运动员呢，他练起来以后呢，就给人感觉很死板，就是他不协调，他不会放松。并不是说你要有力量你就是很紧张，那是不对的，你必须要会放松，松下来了，然后你力量才能发出去，这样的话呢，你才能真的把这个刀呢能够练的呢既有力量又那么流畅，又有难度。会放松但并不是说是一种软，不是的，放松呢它才能够把这个力量呢很顺利的放出去。如果它要是僵硬，它内阻力很大，它反而越来越，它不会那么快，反而是慢。这样呢，所以呢，要会放松呢，对这个就是说一种协调能力，一种对肢体的一种控制能力。那么棍呢，它是一种长兵。那么它跟刀的特点又不同。那说棍打一大片，棍法也比较密集，像一些五花啊，一些轮棍啦、啊，也都比较有力量。那么说还有一些就是说在棍术当中呢，它要求的比较豪放，比较奔放，就讲究比较开，不能说很缩那种练棍的话呢，那肯定是失败的。另外呢，就现在棍术当中呢也有一些难度动作，这个呢应该来讲呢，它可能比这个枪术呢可能稍微的要强调力量速度。那么枪术它还比较协调了，枪丝游龙嘛，感觉它那个要求协调能力更强一些。对整个套路的演练，应该说呢，它首先你要结合你的特点，这个套路的编排。第一，我觉得应该把自己的这个套路呢，根据自己特点，一定要安排的时候呢，就要有这个统一的一种计划。就说它，比如说你第一段或者第二段，你是一个高潮，或者是在这一段当中哪个动作是一个高潮。那么在演练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内外统一的问题。比如说你有的动作它本身它应该收的时候它是一种防，那么说你非要给它收不进来，而且该放的时候呢你又没放出去，这样的话节奏肯定是要很平淡的，没有什么一些转折起伏，就没有，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如果你失去了自己特点，跟人家一样，那你就永远永远超不过别人，永远永远在别人后面。我们来从事武术，那么我们的任务呢，我们的目的那就是要发扬光大武术，然后弘扬呢咱们中国武术的文化，这个是我们一个目的。那么说因为有这种目的，我们在一些去弘扬它发展它的时候呢，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我想这个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最需要研究的东西。
我认为这个我们中华民族啊，之所以有今天啊，人口12亿人口啊，那么大的一个版图，说没有武术，也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的今天。在不同的时期，它都有一个健身、自卫啊、保家卫国的这个作用，能够振奋民族精神。说一提起武术，你不管是古代也好，现在也好，家喻户晓，一定不能够否定武术它的特色。我感到你既然是武术，它不是讲武，不是文书，是吧？这武就讲这个攻防含义，是这攻防的特点，几级特点，几级规律，我们不能失掉。每一招每一式，它整个的指导思想和你这个动作，你它必须符合的攻防的这个特点，它出来，不然的话它就刻意走向别的方向。礼仪啊，能体现着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高尚的这个民族道德，说就在武术体育上，只有武术才能体现出来。所以我感觉应该发扬传统的自己这个武德风范、武德修养，在今后不管是什么场合，都应该把它贯彻下去。你要想打人，必须自己挨打，或是防备自己，不要被对方打伤。哎，说这人说他讲这个内功，讲内功什么？就是在讲这个，你的身体首先要壮，是吧？壮不壮？内外兼练，那就内壮外强。那个传统就说啊，你必须壮腾子，把你个内脏里边很结实。外壳也很坚硬，这才能够和交手打仗。练内功有几种，一个是站桩，站桩运气，是吧？它最主要的桩是马步桩，马步桩的呢就运气，这个用站桩功，用移静求动的这种练功方法，主要是站桩，用意念支配你自己打击的地位和被打击的那个部位，健壮起来。就是肢体来说，内脏也是一样。他为什么老叫气沉丹田？气沉丹田，就腹部要充实。他就什么要把这个不但外边能够经得起打击，而里边的震动，所以你把自己内脏要把它保守在里头，保住。说老气沉丹田，气沉丹田干啥？让你个内脏把它固守起来，啊，不要震伤。另外，它又从气，它以这个呼吸，过去叫什么？这个聚气，一打的时候，啪的一聚，里边整个内脏啪聚不动了，用这个肺部这个呼吸啊，然后从事的这个内脏不受震动，然后再把力传到的外边去。泰拳第一个功法就是它的无极桩，它是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它这个桩功，这个无极桩是身体中正，是第一步要求要是提正。第二个步骤就是要提松，要身正提松，松则灵，松则通顺无阻，在气血周流。第三个步骤就是心静，提正，身正体松，心静，静什么？就排除杂念，一心想到自己的身体的姿势放松，然后气血的运行，感到一种通畅的感觉是什么？就感到就浑身的酥酥的，
啊，有一种沐浴，用意识啊，好像说是在流动的感觉。另一种感觉就是，没有一手丹田。一手丹田，把你所有的思想不要想别的了，就集中在小腹部，集中一点，说是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以在这个时间的时候，浑身最敏感，你越忘掉了自己，身体就敏感。所以泰拳推手就要得到这个，又正又松，感到不去想，哎，一接住，所以说文英不能落，语义不能加，灵魂的没出，他说节节贯穿，是吧？他是浑身纠结劲儿，是节节要中发。他把这个身体纠结劲儿，从脚一到膝，胯腰，哎，背肩肘手，手里边有手腕，手掌，最后形如手指。说看这个手腕就是打出去以后，他这个意念就从这个腰中，这一件就发出来，说节节贯穿。说不是那一身就完了。
我们讲内功，现在讲叫气的运用，沿着呼吸的运用。同样有是踢托举撑，你感觉往上窜的时候，你这个提气是过去老师提气提气，然后帮助你扶着提气提气，是这样的话，他的那晚上总跳啊，到最后拍那个学生跳的高啊，非常轻，非常轻灵。为什么？他会用呼吸来助他的这种力，说个提气，像上总跳的时候，窜跳的时候是提气，踢到上面要造型了，啪的踢出来说空中造型了，说有聚气，到那儿啪一并，啪一并，在那个时候说并气。老师就得告诉他，在造型的空造型要屏气，暂时停止呼吸，不是憋气，啪，是一种自然的屏，叫屏气，暂时停止在空中。刚落下来的时候，唰一落，哦，沉气，向下落着，啪，脚下一沉，啪，一沉以后他不会跳动。所以为什么这运动员到了拔一个旋风脚一落蹦蹦的跳起来了，不会运气。你到那儿啪嗯啪一抻，这一抻这个推一屈丹田集中在这个支撑面上。抻起是就造丹田，丹田实际是重心所在，重心在支撑面上啊，缓冲下来他就不跳。传统武术他就是他的理论就是来几级就是我们用。五花炮啪的一掉一掉一下汤这一圈就出去。在这个五花过程当中，两人一交手，一个人子两啪啪，你看就翻子圈，上大鼻梁，就是出手大鼻梁，缩手大胸汤，是吧？他就是这个嗯嗯，但五花炮就在里边了。嗯，就是一个吊手一个吊手，这都去去磕呀，这圈子出去，所以就这是五花，嗯，挺好。但是和几级一结合，啪一个吊手，这一落当着一圈，这个炮就从天炮就得上去。他没有这些个东西了，他的理论就不存在了。动作的造型美，实际上也是一种人的精神上啊，一种心理美，应该得统一起来，相辅相成的。说那个架子打出来以后，肯定里边的意识和那个气息的这个运动是吧，这个离的极致的运行也都和这个外形它应该是一致的。这个造型美啊，还是武术的一个推向世界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方面。
先父啊，他一生研究形意八卦太极，通过他的数十年的融会贯通研究，把这个三门的要领啊，他掌握着。原来没有什么奥妙，就是一个中和两个字，不偏之谓中，不倚之谓庸。就是我们这个他先父的讲啊，他说这个练武术，这个宇宙为一个大周天，人身体就是一个小周天。我们练武术的也是要这个和这个和内三合外三合，它就是天时地利都要融汇在一起，就求到一个中和。这个样子呢，就是在我们练武术的要求的一个重点，就是这样。练这个孙太监的要求呢，就是拿这个身体来说，从头要顶头，这顶头不是死气歪来使劲顶，而是正直，它是顶头竖向，沉肩坠肘，塌腰屈膝，合膝扭根。首先先舌顶上颚，然后呢把这个头颈都正直了之后，肩呢要沉肩，就是很自然，符合于这个人体的自然。你不是除非有毛病的人才端着肩子是怎么样，他就是人体的自然。这样子呢，孙氏太监呢，他每一个用他全套的这个传统套路，有13个开合。这个开合呢，就是拿医学上来说呢，就是它有起到一个肺活量，锻炼肺活量。它开于肩宽，合于脸宽，所以在这个开合的时候呢，就用呼吸，开嘛用吸，呼嘛用合，左右转身的时候用开合接替，就是可以啊绵绵不断。它的特点呢，就是迈步必跟，退步必撤。这个呢也是跟其他几世太极拳不同的，就是先父他因为几十年研究这个形意八卦太极，他把这个太极拳呢里头糅合着有形意八卦。孙氏太极拳他有形意拳的腰腿，为什么？就是在一起式，第一个式子一开始把腿弯下去之后，就一直不能直起来，一直到练到第97式收式之后，腿才能立直了。当年先父教人的时候总是说啊，把这个腿呀、啊、和这个肘啊要有一个活弯。所以这个活弯怎么，后来我们试验过，拿那个尺子量啊，的的确确是135度，是一个活弯。这样子呢，就是既不这个生硬的弯腿欧腿，也不立直。所以这个是孙氏太极拳的特点，就是弯下腿去不许有起伏。同时呢，他这个呼吸要自然，没有什么这个什么腹式呼吸啊，什么什么的逆呼吸，不要，就是呼吸自然。不要顾及到这个呼有什么地方是呼式吸，要很自然的。同时他是在这个练孙氏太极拳呢，有三步功。初步功的时候啊，就好像一个人呢游泳在河里头，不会，那么两个脚就踩在那河底，甚至于好像是踩到泥上的。那么这样子呢，锻炼一个是几天之后呢，又一个时期，就好像这两个脚能够离开那个底儿了，能够浮起一点了，会打水了，慢慢慢慢就浮起来。那么这就是第二步功夫。等到第三步功夫，就等于一个人学游泳啊，他浮起来了，运用自如，比如什么仰浮啦、蛙式了，什么都可以自如了。那么这个太极拳呢，就是练到了能够条件反射，不用怎么样深思苦虑去。内三合就是心与意合，意与力合，力与气合，这是内三合，它也要是融合在一起。你比如练拳，说内三合你顾不好憋着气，或者是这个练着练着中断了，使点劲儿，那就是内三合做得不好。外三合呢是肩与膝合，肘与胯合，足与手合，这是外三合。这肩胯要合，肘膝要合，手足要合。任何的武术主要的怎么练好，就是一个坚持，恒心与坚持。练武主要是以德为主，所以现在我们讲它是德艺双修，德在前。所以你没有德，
你就是艺多高也不算好。
Thank you.